铸片、制粉、固化、干燥、分选、点焊、速焊、侧熔，历经数十道工序和检测关卡，才能成立一台千锤百炼的滑翔电池，为城市出行提供澎湃电力。这种对高品质的执着，要追溯到36年前。80年代，我国密闭式阀控电池只能依赖进口。为了突破国际技术封锁，华翔电源董事长李仁东奔走2000里，才请来了沈阳合金研究所的研究团队，300多次方案调整，1000多个日夜轮转，在无数次失败中一步步接近胜利。终于，华翔发明了国内首创的密闭式阀控电池技术，同时华翔决定无偿共享给社会。从1986到2022，匠心36载，华翔的布局从国内阔步迈向国际。安全、可靠、高效、节能，过硬的产品力赢得了海内外市场的优秀口碑。重拳出海，为东南亚知名电信集团定制提供通信能源保障。乘胜出击，赢得巴西知名国际企业的新能源解决方案大单。再接再厉，进军家庭储能市场，获取非洲市场长期能源合同，以过硬品质夯实国内 B2B 能源行业市场，以科技创新拥抱国际能源产品出口蓝海。华翔不止步于眼前，更着眼于未来。响应碳中和的时代要求，开启绿色新能源之旅，每年投入的技术研发资金达数千万，旨在不断提高新能源锂电池技术水平，为中国、为世界提供更安全的清洁能源，是每个华翔人的使命。面对新时代消费大趋势，体验经济正在催生全新生活方式变局。华翔聚焦新赛道，全面拥抱绿色新能源市场。面向未来，华翔夯实根基，裂变多条新能源产业，动力新能源，聚焦电摩市场，为新能源绿色出行保驾护航。新储能赛道，聚焦家庭储能，用科技创新促进家庭高效节能，启动新能源革新行业应用，用新能源科技为行业降本增效，洗牌传统市场，让新能源科技广泛赋能多产业领域。36年的砥砺前行，华翔不仅练就出了好产品，还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华翔人。1000颗不服输的匠心，秉承着华翔爱拼敢赢的闽商精神，冲破中国制造的藩篱，奔向中国制造的新征程。好产品，好服务，这是让客户信赖我们的基础。从售前、售中到售后，从定制服务到行业解决方案，集成24小时，为世界各国的客户待机。华翔的交付，就是你赋予我全新的信任，我交给你满意的体验。我们是每一个客户最忠实的合作伙伴，与你携手同行，共创新未来。下一个5年，华翔将发挥闽商新力量，在新能源领域披荆斩棘，朝着更高的山峰出发。中华之能，百炼成祥，这就是我们，我们是华翔电源科技。